이제 그만 가가가 같은 내 곁에 오지마 후회라고 생각해 喜欢的目的就是想得到你 别 欢迎牛哥 喜欢这样不然来这里干嘛但是喜欢不是爱瘦了没有以前好看了美女是什么主播我是什么主播你们一直没有定义这个事情没一直没有定义我觉得可能是颜值主播吧 你真的不是地球的还是月球的那你要问我是哪儿的我肯定说地球的呀太伤人了你就这么不招待见吗不是主要是我回复不过来不是不招待见中国的我不是河南的我是山西的 人气没以前好了早就不说别的看见美女心情就好就想多看两眼那你多看两眼 耿耿很像你是最好看的那个我想领着你去月球住一辈子你愿意吗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你们刷到胖猫了吗胖猫哪个胖猫